来把目光放远，看后面的摄影师。对，后面有人举手。是，来再看一下左边。哇，小董，你手可以分那么开哦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拍到睡着。好，看一下中间摄影师，一样。好，再看一下后面。好，来左边，照顾左边。要站上去吗？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右边。看右边，小董，看右边。回中间，给中间的摄影师再多一些拍照机会。好，你好，我是解忧杂货店的小波。其实梦想跟生活并不是对立面选择，所以不管你是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我们都会支持你，加油。